团 Baby Monster 公开最后一位成员 Luca。 日本籍的 Luca 今年20岁，是团体中年纪最大的成员，也是预告照中的 C 位成员。进入 YG 练习了5年，实力非常好，在团体中负责 rapper 和 dancer。 在预告影片中， Luca 带来 Feel Good 和 Voila 舞台，展示了独有的嘻哈 vibe 和 swag，以充满魅力的中低音引发好评，在舞台上也展现了稳定台风，充满自信的神情和从容的手势，让人感受到充满爆发力的存在感。而 Luca 过往就曾在日本进行活动，青春洋溢的舞台旧照展示了活力十足的样貌。至此，七位成员全员公开 ，Baby Monster 的出道宣传影片，每位都吸引千万点阅，气势如虹。